唉，咁啊，跳完啦，一個舞步有啲辛苦喎，係咪真係咁難嘅呢？其實舞步嚟講咧，你因為初學啦，所以覺得會難啲咯。其實只要你有興趣嘅話，或者興趣啊，慢慢嚟一步一步咧，就好易學嘅。OK， 係啊。咁我想問下啦，新年嚟跟你學跳舞嘅人咧，咩類型人會多啲咧？或者其實跳舞嚟講咧，只要中意跳舞，你都歡迎嘅。其實我主要分成三類啦。咁第一類就係小朋友啦。小朋友嘅。小朋友嘅。小到點樣咧？由三歲至到十二歲啦。OK。三歲至十二歲啦。三歲學到㗎啦。學到㗎啦，我哋要教呢啲group嘅pay group啊嘛。OK。pay group同埋呢個，我哋有老師教嗰啲暢遊或者係叫佢哋嗰啲集中性啊 ，focus 啊。OK。啊，自信心啊。都會擺埋落個跳舞課程入面。係啦，跟住再考章，再升級，升班又升上去啦。OK， 咁即係其實啲家長唔使成日選擇跳芭蕾舞啦。咁我覺得咧，跳下啲跟阿Sunny學啲新啲嘅modern 啲嘅舞，其實我覺得仲有型。OK， 同埋佢哋會去，我哋會揀佢選去台上表演啊，或者出去做啲大型嘅表演節目咯。哦 ，OK， 即係其實入咗行噶咯喎。因為自己電視需要啊，或者學校需要，或者係啲大型嘅節目啦，演唱會。O K， 即係係啦，工作介紹算唔算係咧？都算係。其實我呢個平台俾人報咗名，學咗之後咧，有表演嘅機會。O K， 哦 ，O K， 唔係淨係學咁簡單啦。係啦，咁我哋啲大班 professional 啦，係咁啊，由15歲至到睇你嘅年齡啦，冇所謂。其實中意跳舞都會受歡迎嘅。O K， 你唔識跳舞都可以教你，都報名我都歡迎。當學下啲新知識咯，訓練下自己嗰個敏捷度咯 ，OK。咁我想問一下，其實學跳舞有冇話特別 trend 嘅咧？即係而家興啲乜嘢？其實跳舞咧分為好多種嘅，咁舞種有好多種啦，有芭蕾舞啦、中國舞啦、現代舞啦、社交舞啦、hip hop 啦、jazz 啦、TikTok 舞啦。係。而家最流行係 K-pop。K-pop 啦，係啦。係啊係。咁即係大多數。就韓國嘅啦，我哋。韓國嗰啲 style 啦。韓國嘅 style 啦，因為而家啲好多組合咧都係跳呢種類型嘅舞啦。咁加上佢哋嘅節拍強勁啊，音樂做得很好啦。OK。咁然後佢哋舞步，因為一多人好型咁喎，個成班一齊跳。係啊，因為多人做一樣嘢咧，就會競爭大，競爭大咧就會出啲嘢嚟就會好。好，因為唔好啲就摟曬出去啦。係啊係啊。咁香港會唔會出到啲咁嘅新一批嘅？又唔可以舞王嘅，我諗啊，即係跳舞好叻嘅人咧。其實香港其實都有嘅，好多組合。係咯，因為有你哋嗰個 generation 嗰啲人真係好勁嘅。係啊，我連咗四大天王啦。係咯。而家反而跳舞少咯，跳舞歌手，我覺得跳舞歌手即係早年有邊個之後就好少有。少啲有。少人慢。少人打歌打敗歌，你以前係打歌係出10個 dancer、8個 dancer、10個 dancer。不停咁打噶嘛，嗰個舞台係好睇啲嘅。係啊，因為嗰時可能唱片嘅成勢好強啊，之前。O K。係啊。咁我又想問下排舞嘅啦，即係前嗰排同你叫合作啦，咁啊幫阿 Manda 嘅演唱會排舞啦，我又嚟睇佢排舞啦。係啊。咁我見得到咧就係，唔係我喺度睇緊佢排舞嘅時候，我喺度諗緊啊，其實嗰啲動作係點諗出嚟嘅咧？咁其實點諗出嚟？咁其實創作嘅嘢就好多方法嘅，係如果你想知方法。咁可以聽音樂啦，或者諗個畫面啊 ，OK， 或者用故事形式表達出嚟啦。故事係點樣呢？即係故事諗個 story 出嚟咯。我自己去想像個 story。係啊，你歌詞講咩咪用歌詞可以做啊。如果聽音樂咧，就會揀個 beat 啦，強勁嘅中大高中低，我哋叫啊起伏啦，即係歌嘅起伏，而鋪排啲舞蹈係強勁 ，OK， 收放咯 ，OK， 咁啊加上啲 pattern 啊。pattern 組合啦，如果有 dancer 咧，有睇人數啦，係咯。我有陣時嗱，我哋唔係專嘅咧，即係淨係睇側邊睇。有陣時覺得有啲動作一定要做啦，好型嗰啲咧。咁我就諗住啊，係咪將啲好型嘅動作加埋一齊咁樣咧？其實原來有故事喎，有先。其實要諗擺位，其實諗擺位咯，編排一樣嘢，即係你唔可以成隻歌就噼啪啪啪啪啪啪係啊。就冇一個重點咯， okay, 因為要排歌手就一定要俾歌手一個發揮嘅機會，即係佢係主一個亮點，叫亮點俾佢嘅亮點。Okay, 其實我哋係輔助佢成為一個最高嘅點咯。O K， 咁我哋唔可以太搶佢，嗯、但我哋都要搶嘅時候咧，佢要更加搶。哦 ，O K， 咁就令到欣賞人咧就覺得哇個舞台好精彩啦，誒個電視好睇啲咯，因為有時排演唱會唔係排一隻歌噶嘛，係當你喺個平台度要諗十幾隻歌嘅時候，你每隻歌款式都要唔同啊，係嘛，衫要唔同，化妝要唔同，係人嘅數都要多同少都配合得到咯，係難啲。哇，咁啊呢啲就係真係要靠好似新啲咁有經驗嘅人咧，先至諗到排一個演唱會嘅舞蹈啊，係點樣去排㗎啦 ？OK。
OK， 咁我今日咧好開心，短短地但我又學識好多嘢啦。咁啊，多謝 Sunny 啊教我跳舞啦，教我咁笨拙個學生跳舞。唔緊要啊，你都出去報名得啦。我會噶啦，大家都嚟同我一齊做我同學仔啦。拜拜。